闭关一年多的许又萱上周二出席 The BS 珠宝展，是怀孕生产后首度公开现身，从贵妇变贵妇，想必感受特别不同哦。我今天很紧张，就是因为这颗70克拉的钻石，好多的保全人员一直盯着我，瞪着我。让他皮皮穿的原因，好像还有一个。那其实刚才呢 ，Vivi 也在开玩笑说，穿上礼服一直跟摄影大哥说，这样拍起来瘦不瘦？瘦不？其实比那个归宁的时候还要瘦，但是还不到我的标准，还有几公斤，想再瘦2公斤。有什么秘方吗？你不能偷懒，每天都要锻炼肌肉。特别是腿部的，所以在锻炼的过程中都很痛，需要忍这样子。这就是人称钢铁 V 啊，但一碰到儿子就软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每一个妈妈看到小孩 key 都会多会往上。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啊，是可以变脸的。在工作上很焦虑，小孩子叫你嘿，周姐。不过这个娃娃音只有儿子限定，老公不会吃醋吗？他在某一刻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，我都在照顾多腾，都没有理他，所以我们就去度蜜月了。人家蓝正龙都拼出第二胎了， Vivian 有没有趁蜜月时好好努力呢？我老公听到就怕。该不会这就是人家说的女人40如狼似虎吧？因为他要工作，又要来医院照顾我，然后也要照顾女儿，所以他是3D这样子跑，所以他有他的辛苦。原来是安内哦，李云峰免惊啦，很多查甫人都有这个烦恼的。日时啊，拼事业，精神百倍；暗时啊，拼工作吼，嘛是下下叫的呢。有影是属咱查甫人，做一个100%的佣兵啊，确实有够赞的啦。